哎，小霞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喺 Glasgow 啊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各位嘛 ，Glasgow 喺边度咧？你记唔记得有架 plane 咧？咪俾嗰啲有炸咗啊，跌咗落嚟啦。嗰、那个叫做 Lockerbie， 呢度咧同 Lockerbie 好近嘅，啊，好近大镬。即系大家嗱，我话咧，我苏格兰咧，我就冇生意，我度度都去过，即系苏格兰地方，因为呢度冇生意呢度，所以我就冇生意嘅地方我唔去。Manchester， 我今朝由 Manchester 坐架车嚟 Glasgow， 咁佢哋咧 Glasgow 咧系佢哋商业中心 ，Edinburgh 咧就系佢哋嘅政治中心。咁我咧就同一班咧就系香港以前嘅区议员开会。你而家就有啲窒咧，同佢哋开会咧就解释我哋香港要嘅啦，梗系，即系大家嘅误会好深嘅，因为佢哋咧，佢哋所有参加个竞选或者香港做嘅议员，佢有概念喺度嘅，佢概念同我哋香港要嘅系争好远嘅。系啊，我快啲先问咗好多人问我个问题咧，就关心你啊，你屋企啊，要小心啲。琴日话国安处带走你嘅。第二个老婆同一仔一女走去问话，而家情况点？你同大家交讲一声先啦，唔系大家好急。唔系，我多谢你关心先，多谢关心。呢、这个咧系我第二个老婆离咗婚嘅，啊，唔系第二房啦，啲人乱咁噏，又话第二房，边有咁复杂？咁呢个我咧就系、是、好应该系差唔多八九年同佢结婚，就做咗八年夫妇，就生咗一个男仔，跟住生咗个女仔，咁啊两，你知道运气咧，我呢个仔啊同埋个女啊，即系靓到咧，真系荷里活嗰啲明星啊争好远啊，即系差好远，差好真系唔系讲笑，我就叫佢哋，我叫佢哋唔好咁读书啦，你不如当明星就算啦。即系有时咧，我哋中国人觉得当明星唔，即系有嚟我哋啲老家族咧，觉得当明星唔系几好，我都冇咩唔妥啊，而家。当明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的，完全可以当明星有余啊！啊，咁咧就阿袁黎明有时都揾佢去影下相啊，做下 model 嗰个男仔啊，叫 Paul。咁咧就啊，唉，不过即系佢哋揾佢问话咧，就都系意想得到嘅。佢哋大家都知道啦，佢哋一追袁黎望同埋张佢咧，佢哋我觉得唔够喉。我真的不够重，即系黑唔到我，所以咧就揾埋我嗰、那个前妻啦，第二个前妻啦，咁咧就同埋两个细路去问话，就俾压力我，咁就佢哋实际我同佢哋一啲都冇政治倾嘅吓，咁佢哋讲英文嘅，系美国人嚟嘅，美国公民嚟嘅，就事就冇事嘅，即系美国公民受到保护嘅，绝对唔会有事嘅。啊！而且我个太太个第二太太咧系西人嚟嘅，即系正式系美国人嚟嘅。咁咧就佢唔敢，佢哋唔敢喐佢嘅，即系喺美国领事馆啊咩全部有晒登记嘅。咁啊又系恐吓啦，实际佢哋唔知道个后果系乜嘢。佢咁样样咧，反而咧就又系帮咗我又宣传。我咧一路咧真系一路咧顺风顺水啊，靠晒国安处。帮我推销，一路由三藩市推到去温哥华，又推到去洛杉矶，又推到去土安陀，又去华盛顿，而家系伦敦。咁啊，琴晚咧就系喺 Manchester。咁 Manchester 中文佢哋叫曼城。咁就好有意思，点解咧？琴晚咧我有60个网聚，有60个观众。咁大家因为我屋企俾人搞咧，个个都系非常之同情，唔系净系同情啊，同情唔系，即系大家清楚边个系好人，边个系衰人，系嘛？边个去拉人哋屋企人嚟搞嘅咧，就系衰人，佢梗系有理由啦，吓、啊，所以变咗咧，嗰个所谓黑白分明，佢实际咁做咧，反而咧就好多人民对我身份好怀疑，即系到底你系唔系噶，你系咪鬼嚟嘅？都变咗咧，睇就明白啦。如果系鬼母，你系生翻四次啊，攞你啲屋企人嚟租得噶嘛？所以变咗咧，即系实际佢哋帮咗我大忙。琴日咧喺 Manchester 好有意思。Manchester 咧就喺英国咧，我估计系
应该是第二大城市咯，都唔差嘅。咁 Manchester 有60个香港人，嗰度差唔多有30000嘅最近嚟嘅香港人，30000左右。咁佢哋特别网好急嘅情况之下，一个礼拜情况之下咧，我安排咗个网聚。咁我话我都应该去嘅，我差唔多30年冇去，30-40年冇去过 Manchester。我嘅以前有个手表客喺嗰度都出名嘅。咁咧，点知就碰到咁啊好多网聚啦，碰到嗰个咧，我碰到个 bot chain 啊。即是上次在领事馆，中华嘅领事馆俾佢拉入去打嗰个，咁我见到佢即系好普通嘅后生仔啫。我叫佢20多岁，我老婆都系咁上下，就有个 B B， 生咗个 B B， 咁三个一齐嘅时候，全家都嚟，咁好难得啊！我就以前就知道呢件事，就一路今次有机会见到佢，咁我同佢倾啊，大家好好倾，就佢咧就喺度做紧咧嗰啲所谓啊人哋屋企啊。我话俾英国嗰全部旧楼嚟嘅，英国冇高楼噶嘛，啲旧楼成日要收嘅，所以收楼系大生意嘅。嗰班去到咧，净系帮人收水管啊、水电嗰啲修理咧，个个都唔错噶。佢收嘅价钱好贵，跟美国一样。美国你少少问题咧，收你几百蚊噶啦，睇底都收你几百蚊啦。跟住佢住嗰啲屋咧，分分钟又暖气、又水、又电、又冷气问题。有煤氣問題，總之一大堆問題，成鬼日都要整嘅。英國啲屋閒地咗8年嘅，嚇嗰啲又舊又細，咁但係咧不斷嗰啲人咧就英國人咧就好驚住嗰啲高樓大廈嘅，佢驚高樓有咩事走唔甩嘅。所以你睇到你去倫敦又好 ，Manchester 呢度咧啊蘇格蘭又好，冇乜高樓嘅，啊高樓我哋扮做寫字樓嘅，咁變咗咧嗰個啊 Bob Chan 咧。我唔敢做中文名，咁咧佢就专门做嗰啲接嗰啲单落嚟咧，就分去俾几个香港人一齐帮人哋收屋嘅。咁呢个冇问题，喺嗰边嘅收入都好好嘅。咁我见到佢好开心，有个 B B 仔啦，佢太太都系开心。咁我同佢咧，佢同我影翻张相啦。头先我摆喺嗰度，就嗰张相就系同佢一齐影啦。咁我突然之间谂起，佢又讲起，即系大家讲起，倾得两句咧，唔知边个谂起啦，佢定系我啦。突然间佢即系讲，我话你应该挣钱喎，系嘛？即系你咁出名，即系全世界出名啊嘛！你唔点用钱咪嘥咗？佢话我英文麻麻地嘅啫喎，我话你而家咁后生，你开始学英文，将来我哋中文一样可以开会噶嘛，冇所谓噶嘛。咁佢话系啊，我好想参加，即系嗰个决心啊，系了不起，因为俾人打过咧，老实讲咧，即系嗰种对共产党嗰种反感啊。即是他离开香港本身都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啦，去得领事馆示威肯定是有关系啦，是吧？示威啲人拉他去打，打完之后呢，咁他就而家决心，琴晚我同佢讲嘅决心参加我哋呢个参选。我琴晚一晚啊讲俾你听都唔信，有4位人想参选，嚟亲我啲网聚里面嗰啲人呢，可以讲起码有20%到啦，就想为香港做啲事嘅，咁你话做事投票就系人都有得投啊，做事就系做紧议员啊嘛，系嘛？所以你唔好睇少啊，琴晚一晚嘅有4个人话我哋要参选，唔系问题嚟噶啲人，而且咧英国真系嘅，即系佢哋就已经冇害怕呢件事啊，啊佢谂住唔翻一个民翻啦，但系佢要为香港做嘢。共产党咧由头到尾，你知道啦，你见到我有咩搞我屋企人，你就明噶啦。对佢嚟讲，佢嗱唔系啊，我估佢未完噶，仲有排，仲要升级啊，一定要即系搞到我搞到我唔进行为止。有一个问题就有观众问啦，点解即系你个前妻同旧人应该系咪佢住香港噶？喂，点解会翻去？叫大家唔好翻去。唔系啊，我话俾你听啊，老实讲啊，小华，美国人住过香港，有工人，大佬喺美国做家庭主妇啊，真系等于系奴隶咁噶。你睇睇美国女人好辛苦啊，又要顾家，屋企冇工人噶嘛。美国喺香港啊，用2个菲律宾工人。真是天堂嚟噶，老实讲，总统退咗休都冇咁好待遇，所以唔舍得翻去，你明唔明啊？啊，咁样嗰啲楼咧又，唉，啲楼又升价啦，系嘛？啲楼悭地，你知道香港嗰啲闲过得去啲楼都话讲几千万嘅，
咁呢啲都有升價，等於免費住喺香港喎。香港人食得好，係嘛？咁屋企人煮埋飯俾你。美國家庭主婦啊，我睇佢哋慘到啊！即係講我真係完全，即係真係美國係勞動社會嚟嘅，香港咧係資本主義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咁咪死都唔走啦！啊，住喺半山區好過癮噶嘛。咁兩個細路都唔錯，我兩個細路咧就真係可惜啊！即係應該去當明星啊，真係唔應該去搞啲咁嘅嘢，嘥氣啊！真係明星閒閒地荷里活都一套片都講以百萬計噶嘛，你搞咁多嘢咧？啊，咁又變咗係好靚仔嘅，我個仔大仔叫我大仔同埋我嗰個細女啊，好靚仔嘅，嗯，好靚到不得了，嗯，戴口罩啲片都係好靚仔嘅，咁係嘛？睇到啊，戴口罩都睇到啊，係啊，咁啊，澄清一下就係你老婆係啦，翻去第一係你嘅，唔係長住喺嗰度嘅，長住喺香港嘅，兩個細路都係長住喺香港嘅。管唔到嘅，咁大家就話點解員工員管佢屋企啲人帶佢做幾個生意啊？講明唔係咁回事啊！我就諗住咧，佢哋我同佢哋來往唔多嘅，我諗住佢唔會搞佢嘅，點知佢哋共產黨真係佢知道嚴重啊！呢單香港議會對佢大威脅啊！佢諗得出個辦法，我估計我第可能有第二個親人佢都會搞嘅啊！咁咧就我估計呢單嘢佢哋唔放棄嘅，唔係真係啊！佢而家唔知點樣對付呢件事。如果成功嘅話咧，如果我哋呢個選出嚟成功嘅話，好多喺大陸都要做噶嘛。而且我呢度呢套選舉辦法去到大陸都用得噶嘛。我而家咁樣啊，我就即係網度揾我啲大陸人啊，啊呢度真係唔喺大陸，我哋一樣可以議會嘅啫。你快啲做翻。我哋直播出嚟啦，咁直播呢个到底啊咁我谂下啦，咁我好鬼，但真系几多人叫噶，香港人都叫，咁大陆可以点样做？啊，而家整出一套要搵个电子投票嘅办法，大陆好多人会跟住学噶，但系都整到都系IC 噶嘛，我谂个 IC 系啊，咁啊咁。唔係，同埋咧，而家西藏嗰啲人嚟揾我咧，啊，維吾爾人又嚟揾我咧。佢哋因為佢國內嗰啲人唔敢投票啊，國內啲西藏人同埋嗰啲啊維吾爾人唔敢投票。咁如果可以敢投票咧，咁就罩忌啦。喂，呢個唔係投票喎，你可以用嚟做民意測驗啊，民意調查。呢下嘢中國好罩忌噶嘛？好罩忌啊！好罩咩？共產黨就香港整咗咁多事情咧出嚟，共產黨就係根本事情咧就係得罪啦，真係呢種民主本事咧，佢冇辦法噶。共產黨其實最真正嘅民意，你好多時候真正嘅民意出唔嚟。嗯，所以今次咧，佢呢个搞呢个通缉同埋重奖呢八个人咧，一轮嗰种反应啊，系佢预可能佢香港嗰班有搞嘅咧，佢预计唔到，所以好麻烦嘅。而且佢而家问题多啦，中国问题多，佢根本就唔想矛，即系谂住香港啲嘢，香港啲嘢佢管唔切啊，呢啲系呢个。淨係啊！呢個問題，軍隊嘅問題，大水嘅問題，多到不得了。啊！大陸啲嗰啲國安啊，聽就聽住嘅，而家仲聽住嘅。啊！香港公署可能就唔聽嘅。咁聽到咩回事啊？真係我哋唔係大陸有專人聽啊！我估有兩三隊人喺度，國安兩三隊人喺度專門聽我哋講嘢。大陸嗰邊的國安我梗係知啦，大陸嗰邊的國安揾到幾揾到一路嚟咧，日日聽話你家姐講咗乜，你女講咗乜嗰啲，梗係有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佢哋點樣傳達，整到香港國安處啲人又即係嗰啲國安法人聽，可能所以你哋要明白，大陸嗰啲唔同部門冇溝通嘅，佢哋只係各自。各自為政啊，完全冇溝通嘅，好明顯噶啦，就佢哋之間冇乜嘢。我同你講，香港呢啲係點咧？佢個成套規矩係點嘅？大陸咧就
北京的国安呢，有北京国安是统全国的。咁呢我哋呢啲又即係又放喺地方国安又有一对嘅。所以地方国安同北京国安唔啱嘅。唔啱呢地方国安听得懂我哋讲乜嘢嘛，北京都讲普通话㗎，好阴功㗎，我知呀，信过真係唔識讲。真係咁啊，所以地方国安呢，咁淨係佢写完佢送上北京呢，北京啲国安要领功呢，又自己听返。咁啊，跟住呢国安佢哋係即係处一级嘅人啊。国安要上到处一级呢，再要上到部一级，部一级上到国务院国一级，国一级就转返落嚟，即係等于港澳办呢一边，呢边再转落嚟有牌啊。我哋呢真係即係佢哋冇即係好嗰啲嘢呢，就呢啲经费嚟㗎嘛。唔係话嗱，中国啲国家安全系统啲我中间三个呢，我哋嚟贪腐咧造成无效，无效咗啲香港咧又隔咗几层喎。香港可能李家超听即系听佢哋嗲啦，听完之后李家超点样去同嗰啲三十几个国安法官去倾咧，我又唔知啦。有一个倾唔到咧，就直播即系佢哋唔啱咧，有两个啱咪做多几日，跟住呢种消息。有趣喎！我見到呢啲單嗰啲，唔係佢香港國安處又自把自為添啊！佢裏邊都爭緊權啊！啊，香港嘅警察，跟住咧廣東派嚟個姓鄭嗰個，跟住而家咧北京國安又派嚟一個喎，佢裏邊嗰種分裂法冇辦法想象。係，咁最好笑咧，嗰個袁明光歸香港嗰度咧，就話整個國安法官，國安法官又出咗腐敗問題，又轉咗唔係國安法官，又立即按照即係原來嘅法律傳統啊打咗落嚟，真係好好笑。你見到成個咧，共產黨嘢唔係咁有罪嘅，共產黨嘢係要保權，但係呢個權攞嚟做咧，攞嚟大家分錢。一直一多啲钱分到越落去嘛，所以咧跟住佢就会变得好无效，越无效就要用钱，就系咁啦。如果佢好有习惯，就少咯。一个好无效，边使钱多嘅先守嘅人，咁到香港之后，我嗰啲制度唔对口啊，惯嘅，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好多咪接接触嘅。睇下嗰个 Bob Chan 啊，俾 Manchester 中国领事馆拉入去打嗰个咧，而家好有决心，唔系净系参加香港选举啊，佢仲话咧，将来咧，佢而家咧要发起民事起诉诉讼，告嗰、那个啊领事馆嗰个人，话佢打人，呢啲冇得外交豁免嘅，要告佢。咁咧就一路告埋佢领事馆其他啲工作人员。咁呢个人咧就即系佢俾人打过，嗰个成个人就唔一样，所以真系胆抗争嗰种精神啊！仲有一个郑文杰咧，系你讲，唔系你应该告下香港得个100万元同点解嘅？你破坏你有告有问题，嗰啲律师快啲去告佢啊！我而家冇问题，我就系要揾个律师。我就系要揾个律师够胆告，你明唔明啊？啲律师而家去想告亲咧，就哎呀！上次我都话啦，我揾咗个律师，我话揾律师去嗰个国际法庭嗰度告中共啊，冇人敢接，英国又冇人敢接，香港又冇人敢接。我同你问下，可能真系有美国律师肯接，我真系吓。可唔可以走去美國度打一搏，走去香港？我睇下先，我有啲諗法到時講啦。因為我咧，我有美國居民身份，我綠卡咁啊，攞咗張綠卡嘛，前兩個月，所以有綠卡嘅話咧，個身份咧就可能又可以喺美國起訴。唔係，佢全世界通緝你，你做乜唔全世界到處都告到啫嘛？嗯，美國最好啦，美國佢有財產。是啊，我去问一下先，我问下我啲啊，我问下我啲律师同埋医院嘅朋友，喺度推荐律师过嚟先。咁即系嗱，多谢各位先。我嗰、那个第二嗰个前妻咧，就即系同埋两个细路咧就安全。咁啊，将来咧等。
个风吹咗过去咧，我俾你张相你睇睇，啊，睇睇佢哋嘅样，咁啊，我唔系个女好靓啊，个女大美人嚟噶又系，哎呀，真系唔识讲，个女未你未见过，嗰个细女好靓嘅嗰个细女。咁啊，系冇办法啦，嗰啲婚姻嗰啲，我哋做生意咧，有时咧就太过分啦，即系成日都话要为咗做生意，屋企唔理咧，卒之就搞出一大堆问题。